家，嗨，你在哪边？我们在金环苑一家新开的，是念环吗？环环，对，是念环。他是吃什么的？他吃。你们都入境了。他吃。怎样？我们入境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们既然入境，你们就进来。是烧肉加烧烤，加。先自我介绍一下，这位是。你好，我是他俩。我就自我介绍。你叫什么名字？东德。嗨。我是他一软双胞胎，是 Derek。OK。一软双胞胎。那你们现在在吃什么东西？这是一些空气烧肉。这位是谁？是 Randy。Hi Randy。天哪，是周迅本人吗？今天为什么会来这边吃饭？因为老板是我们的好朋友。那这位呢？嗨。嗨，天哪，肤质也太好了吧！今天用的就是 Chanel 的新产品，是来了，肉来了，跟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牛肉的四拼，牛腹雪花配一件板件呢，非常好。好，定格一下，下来一点，上来一点，侧边一点。好累，对，这是王美的日常，没问题，那可以，好，王美的日常。可是我筷子不是标准。哎，你好像情深深雨蒙蒙，你在雾中。可以吃了，可以吃了，你吃看看。要沾那个酱的。对对对，不能吹，不能吹，直接吃。为什么不能吹？明明就可以吹，直接烫到舌头。它是棒棒糖，对，很好吃。你根本还没吃，很好，这样子很假哎，造假，形容一下，像某某油花。那你们自己摸良心，这酱汤是我烧的。我们现在华视后面，我们在一家非常厉害的餐厅，新开的名字叫做金环苑，上在这边上字幕。对，但是必须说，等一下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老板，老板非常的帅。我们现在试试看这边老板的照片，放这边。这是台湾最美的风景。这家店的老板帅哥，还很壮 ，AD 晃，但是有点装穿太多，有点穿太多，非常好。大家好，欢迎来我烧肉店吃饭哦。这个餐厅是吃什么的？吃火锅跟烧肉的吃到饱。叫什么名字？叫金环苑，叫金环苑。对，然后我们店内的空间也设计的是很宽广，希望客人可以坐得很舒适。舒适吗？舒适，舒适。妈，小学生啊！谢谢。一定要吃饱。Hello， 大家，我现在在桃园机场，今天是我回美国的日子。大家也知道，聪聪在桃机工作，然后刚刚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，专程要找他。大家最喜欢他，顺便一起来看看他现在在哪里。他那个吗？哦呦哦呦，好专业哦，好帅哟、哦！接下来找他吧。是虫虫吗？是那个？我怎么了？你现在人设最好看，又抓回来。我在上班，他在上班，他现在超帅，穿这个不太适合他的荧光黄，然后再列印乘客的资料，就是，那你要等我一个小时。BR， 这是利荣的飞机哦。哦，这是 BR758 要去杭州，好，我等你啊。给大家看一下你的帅气的脸。好了啦，看一下长荣的787-9，还有后队中的 A330。大家知道我平常都搭华航，我超级少来 B 这 side， 平常都在 A 或 D 那边，所以其实对这边很陌生。大家看虫虫很专业的在 check 组员的资料。好帅气哦，受不了！现在是虫虫的休息时间，他专程陪我来我的。对啊，好想哭哦！就是我们这次真的是好想哭啊！Has so much fun。对啊，你真的是难得可以回来那么久，然后还好朋友可以送你，送你一路顺风。
Who's so sad? Who's sad? Bye. Bye. See you guys in the States.睡眠之后，在纽约苏醒。我要，这是我大学同学的心意。他上次在很怂的咖啡弄出现过，他毅然决然搬来纽约，然后工作都还没确定，没有工作，我觉得非常勇敢，我不敢做这种事情。祝他跟妈妈借了20000块，真的假的？这个要收入进去吗？如果我妈有60万台币可以给我的话，我就敢了。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吃个早餐，因为我11点要搭火车回 Boston 了。待会见。然后我们现在经过 FIT Fashio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， 是我们亲爱的 Vanessa Liao 小胖妹人妻的学校。没想到 FIT 外面这么丑吧？这是纽约早上9点多的通勤的样貌。Thank you.